你有没有想要合作当 YouTuber？ 我觉得可以。对，我觉得其实蛮新鲜的，因为像前阵子刚刚一起合作的雪芙，他也在当 YouTuber， 但他的内容是。就是肉哥，瞬间在帮他打广告，好打一下吧，帮你打一下。我们一起合作的戏呢，叫做《因为我喜欢你》，即将在八大呢，在暑假的时候播出。哦，期待期待。对，然后他的 YouTuber 叫做平常不拍戏在干嘛？那我们可以开一个叫什么？平常不怎么样在干嘛？我觉得我们可以还是来一个什么？是可以。考虑一下当 YouTuber， 对对，可以想一下更好玩的内容来想。那我们想一下，想好了，想好你就记得点击哦，记得订阅我们哦。